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。有人说，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，我怀了孕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。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叫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约押围城的时候，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，王若发怒问你说，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？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贝斯吗？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？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，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，敌人强过我们，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，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。你告诉约押说，不要因这事愁闷，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，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倾覆。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